照这份报告看起来，柯妞妞的状况确定是无血癌。姐姐，血癌是什么？会很严重吗？是一种真紧就会死的病，妈无可能超过伊伤害家己。我看得出来，真怀疑咱现在的精神病。我一定甲精神查出，白红妈死了不明不白。伊拢在骗我，大家拢在骗我。伊对阿公要去洗手间，人都无去安尼。赶紧，咱对家。先生，你即马落地家收过来了。光天做你怎个？家里很空的。钟山妮，我甲展越两人世界，哪会当有你的存在？不管你什么方法，我爱钟山妮，永远消失。Alan， 是你。这是外兄妹，叫做柯妞妞。哎，今麦哦走无去啊，再麻烦你给我倒车先，好不好？善者真正是台视一个人尊严上紧的方案，阿婆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让你继续做你的白雪公主。